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欢迎来到 Vivian 的三语小课堂。一月初又到了开学季，这个开学季又叫返校季 Back to School。说到返校季，那少不了第一堂课的必备项目就是做自我介绍。英文的自我介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，一般都会介绍自己的名字 My name is， 说说来自哪里 I'm from， 还有兴趣爱好 My hobbies are。 那么今天我来教教大家粤语的自我介绍怎么说。首先，如果问名字，粤语会说你叫咩名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时候你就要回答我叫，就是我叫，后面加上自己的名字。如果有人问起你是哪里人，粤语会说你系边度人啊？你是哪里人？可以回答我系，我是，后面加上地名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叫咩名？我叫 Vivian。你系边度人啊？我系广州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Vivian。 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广州人。今天我教给大家粤语的自我介绍，现在我来请现场的小姐姐和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吧。你叫咩名？你叫咩名？我叫 Vivian。 我叫马里。你是哪里人啊？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广州人。我是上海人。好了，今天的 Vivian 三语小课堂就到这里了。每周三次，每次三分钟，教你轻松学语言，请你继续锁定新动力600国际台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